歌手 Tommy 三、韩国 hip hop 创作人 DPL Year 同埋 DPL Life 等，喺星期五晚4月28日喺西九文化区维护爱 show 作演出。梳咗撒亚人头嘅汤令山笑问观众：有边个系一个人嚟睇 show 嘅？要将《国际寂寞等级》呢首歌送俾佢哋。而佢随后近一口气唱出咗多首歌，例如《Boyfriend Material》。汤令山笑言忍唔住要除衫嘅佢，原来入面仲着咗背心，所以歌迷唔收货，起哄佢继续除衫。而佢就讲笑咁讲话，因为自己唔够大只，所以令到全场观众大笑。DPL Year 同埋 DPL Live 担任尾段嘅表演嘉宾，令到现场气氛更加高昂。有歌迷将贴身衣着抌到台上面，而且入面仲写咗啲字，不过就睇唔清写咗啲咩。